全台最大台湾电影文化城，全家一起当演员，白河交流道一下就到。叔叔，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，让你无想要读册？你跟妈妈讲好不好？读册就跳，我无想要读册。你这个囡仔，你真叫我妈妈做失望的。睡机啊！不好意思哈，请问一下，肖秀珠是住在这边吗？其实秀珠是一个很爱读书的孩子，这是他参加学校画画比赛得到第一名，奖状喊话。夫妻画得很传神，从这幅画就看得出来，他真的很爱你们。我们真的很少笑。当初刚看到这幅画的时候，我心里充满了好奇心，于是我就问了秀珠：“爸爸妈妈笑一个，这就是你的心愿？”大部分同学的愿望都是在想要去哪里吃什么，然后要去玩什么。你的愿望为什么会是爸爸妈妈笑一个呢？自从搬来埔里以后，爸爸妈妈每天都愁眉苦脸，妈妈还经常偷偷的掉眼泪，所以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常常看到爸爸妈妈的笑。只要爸爸妈妈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笑，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，所以要我不要读书我也愿意。秀珠是那么的体贴又懂事，实在是让我觉得很感动又心疼。